哇，唯一规定十四分就跟扣三十二分。哇，妹妹大车哎，妹妹坐好大的车子哦。妹妹看，转弯路，妹妹去。哇，大车哎。哇。妹妹就想开呀。哇。有没有好大的车子？有没有比小黑大好多？有，哇，大车大巴士，妹妹坐巴士，妹妹坐巴士耶，好不好玩？会不会动？巴士会动，对不对？有哈。谁的巴士？九九的巴士，对不对？九九的老板的巴士。九九 boss 的巴士呀。妹，九九八，要转弯，转弯。有没有好好玩？因为要去游乐场。好。妹妹说要坐这台车去游乐场。你说夸张？其实如果要登记，好像二手巴士7万块。七万块？然后就有了。我们当初好像我们老板要买一次10台要不到40万。这么大台车子，因为坐没价。因为大客车。所以这是真的曾经在过。是不一定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还可以的。啊，因为台湾要求超过九年车都不能再营业，只能打一张驾训单或自用，所以很多人会买起来把它当做，比如说在海边的那种观光，就是你会比直接比买一个店面还便宜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它就在上面就有9、8台，对，然后之前在那个秀峰谷那边很多，然后就是上面一个咖啡啊，然后小点心就用皮的，然后就卖一组套餐就200。哇！妹妹，我们要回来喽！咻！姐姐们好厉害！姐姐方向盘能不能一直转？不要！不要什么？不要你停回来！我们要去游乐场了。要去游乐场。